爱马桶疏通器的人，为什么还会在拍这一集呢？其实是因为我朋友家的马桶那个口贼大，我们用一般的马桶疏通器的放进去的时候，它就整个口都吃进去，根本没法疏通。所以我们上一集就买了一支150的，号称2023年最强的马桶疏通器，也通不了，那个头就是没办法密集的塞住那个口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重金买了一支更强力的马桶疏通器。828块，我操，他长得就是一副很强的样子，超猛的，他竟然还有气压刻度。其实上一部片是一个月前拍的，我朋友的公司呢，他们已经整整一个月都在排队找大便，这次再打不通呢，我可能要买一座马桶还人家，就为了试测一个疏通器。欸，其实产品做的还真是扎实，很少看到淘宝的产品就会有说明书的。按住红色开关充气，按住红色开关充气，好啊。穿透马桶压力不要超过4 psi， 他建议是到40啊，但是我们做硬汉干是直接到120，这个已经禁止一个月上的厕所。但是水都不见了，有人来拉了拖屎是吗？这个我得用喷的拖屎吗？你先说问题。好，我确定他还是塞着的，但是他现在塞着拖屎。啊，这个东西是防水的吗？还是你先室外按一次，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就这样啊，根本是上面那个孔就躲在门口，没什么用的事。你一溜出来，然后就躲在那边。我觉得是有机会的。我们上次的问题就是上面的孔太大，但是它下面的孔可能小一点。这一次进去刚好是那个小孔，到底现在是大面的？我很怕，我花了那么多钱，就因为是拖屎的黄标，硬是进了，还是觉得有点松哎。不然就读好直接来了吧。3、2、1，没想到它下面的那个孔一样大，我们换个头试试。没有，我们现在换了另外一个头。以我看那个口径，还是还是不太行。乌鸦这辈子玩了那么多东西，原来唯一玩不起的是马桶。这头洗手槽确实是合理，马马马。但马桶呢？哦，有紧的，超紧。我们拯救世界，看这一发了。1、2、3，它的气竟然会从我刚手按的按键这边漏出来，就是刚塞满的时候我们按下去，我就觉得它气压通不赢那个杂物的时候呢，那个气回来从这个按钮漏了出来，太扎实了。那坨屎应该已经结成恐龙化石了。终局之战，这次一样又是毛巾加宽。兄弟们，第一次按仗了。还是不够。OK， 兄弟们，现在进不到变成什么东西了。而且呢，刚刚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本是到101嘛，对不对？在我们在套它的过程当中，它卸到99，它的最大承受度应该就是100，然后就一直开始一直在泄气，所以我就赶快了。兄弟们，赔钱又磨屎啊！阿斌还安慰我说，那阵子都是美女来打牌。真是美女，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太难过。真的紧了吗？没紧，还有一个手指宽，这么厚哦，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加工。要不我就牺牲一只手吧，不好。我原本拿进来是拿来包的，但你把它包在自己的手上，好像是在包那个东西，包那个的。好像真他妈我的拳头都还塞得进去。现在是紧的吗？加我的拳头是紧，你就知道这有多松。我现在很确定我的手是塞满它的，但是我的脸，兄弟，这个马桶这么近吗？1、2、3。有钱的时候不努力，以前可以站着赚钱，我现在跪着赚钱，还赔钱，800多块没通，这凭什么发？今天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因为我们刚刚塞住的时候，我们去看了一个大陆小伙的影片，他刚好也有马桶塞住的问题。他最后找师傅来的时候，那个师傅说：“你家马桶质量算好，那个实力控打得特别的麻，非常难用。”我跟你讲，什么叫质量好？大陆的兄弟们，在咱们台湾都是灌水泥的，我们可拆不掉，只有毁了这马桶。但我必须老实说啊，如果要不是这个人家的马桶这个口特别粗的话，其实10块的那次就够用了。我感觉好像是给他塞更紧，应该塞更紧。这保证扎实，他扎实到都可以起立了。我不求抖内，要别给我钱，按个赞，让大家知道我乌鸦只要好起来，什么事情都是比别人还努力就行了。
行，来啊，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快啊！等一下啊、哦，因为很密，我们还不确定答案是什么。答案即将揭晓。秃鹫被吃掉了。通了，终于通了，冲水。OK， 各位，我们刚刚清了一下马桶。为什么我们要先清干净？给大家看一个问题，这个桶我们不管如何的加厚，你看那个口就这么的松，大家看得到吗？我们就尽量清干净，不管怎么进去呢，它就是很松，它头太小，没用。然后呢，三十十块的这个马桶之所以头会被吃掉了，当初一分钟影片是无法解释清楚的。别人来说，它就是你看啊，这按进去，它就是整只被吃进去，整个吞掉了，是没办法灌气压进去的，只好再买一只最传统的。我们刚才也证明了，800多块的跟150块的一样是个垃圾。所以呢，我们又花了30块，比这次真的贵20块，那是大了一个口径，还刚刚好啊！兄弟们，最后赌一把啊！师傅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咱们拼了！哎，水在降，有在降吗？有！哎呦哎！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，根本不需要买那些花里胡哨的。你们2023最强马桶盆800多块的什么气压棒盆，都比不过我30块的万力啊！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浪费一个月。然后这家呢，组队可以正式下班了。我下一集都是紧接着抓出谁在这里拉屎。抓到这个人，那我们就把他拖去被毙了。我们好死不死遇到了一个大火箭的马桶。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小火箭的马桶，一打就通了，我不小心说这是真棒，那很有可能我会让那一趴有这种大火箭马桶的人给 diss。而且我们就在万众选一选到了一个这么有问题的马桶，公正。所以呢，我得告诉大家，不管是150的还是850的那一只呢，其实都不是适合所有人使用。但是呢，30块它是绝对所有人都可以用。我们下次呢会公正一点，去试试打洗手槽跟正常的马桶，以及尝试它到底可以打出多少焦耳的子弹，再混它们一起把850赚回来。毕竟呢，这只的成本已经是150加850再加30块了。先要报预算，非常的报预算。我们会计刚刚在发火，不要来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100万观看的 short 也只赚500块而已，非常的少。所以呢，我们很有可能会把这支片硬做成长片，想办法让它回本。别抖累，千万不要抖累，请分享按赞就好，让大家知道咱们的辛苦就行了啊。如果你们想试试看的话呢，先确认你家是小火箭的马桶才去购买。但我这边呢，不推荐。